近日，邓紫棋与袁东佳解约，仍承诺为了粉丝照常演出，但出师不利，没想到3月9日竟又发生突发状况，演唱会因场地机械故障延迟。3月10日晚，邓紫棋通过微博晒当晚演唱会现场照片，并感谢大家对她的鼓励与支持，写道：坐在台下依然热情的每一位，站在台上依旧用力的每一位，留在幕后依然尽心的每一位，爱我、支持我、鼓励我、安慰我的每一位，这一切都只为了你们，我爱你们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以后换我们来为你遮风挡雨啦，你只要负责微笑就好，我们永远陪在你身边，昨晚真的很棒，你值得真正的快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